的话，你们就比第一题，你们大概就比较会填啊，2、4、6，最后一格空格，你会填多少？2、4、6，哦，大家都知道就8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哎，那么如果说哦，2、4、8后面空格，那你要填多少？这就是智商，42的2倍，对，84的2倍，你的智商高的人，你就会填16，对，你就会填16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说我说2、8、12空格，这个就没有几个人会了。82的4倍，12是8的1.5倍，啊，这要选多少？2、8、12，知道吗？这就智商高的就知道怎么处理，就把它切开来，8是2的4倍，12的4倍后面要填48，切开来，这个就高智商，它在融会贯通，就是智商不是温度计啊，智商它不是温度计，就是哎呀这个高啊低是这样，不是的，智商它是多面向的东西，多面向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了，高智商的人他很容易集合资料，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判断，拿出最好的方法去解决，这个是指世间的高智商啊，那佛法就不叫做高智商，叫做无量智商，没有编判，会故证得性空显，怎么说怎么是，怎么说怎么不是，是也不是，不是也是，所以这个就处理世间哦，那2、4、6哦，那一般的大概第一题会啊，哦，一定会填八嘛，2、4、6、8很正常嘛。那第二题就一半一半喽，对不对啊？2、4、8，哎，后面这到底要多少？哎，后面就知道，哎，要16。第三题就没有几个会了。对不对？哎，第三题，比如说啊，2、8、12，后面你要填多少？哇，完蛋了！他怎么？因为他会死在前面的例子，那前面就是有一个次第嘛，他就一直想把它连贯，可是怎么连贯都连贯不起来啊！2跟8是4倍啊，啊，12，高智商的人知道。82的4倍，这没有连贯性，切开来12的4倍，48，这叫做智商，会处理事情。所以我们了解高智商不是温度计，不是说哦，它是多面向的综合体来判读，用最快的时间来判读，拧出一个最直接了当解决事情的方法，这世间的高智商。那佛法就不是了，佛法就是即相离一切相，他就不能用世间的智商来做比喻，他不是温度计，他没有任何的比例原则。何以故？若见诸相非相，非相也不是一，也不是二，也不是三，所有的比例都不对，所有的比例都是方便说。所以我相信有天才，
但是他只是有一点点这种成分，与生俱来的成分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后天，还是要努力，哦，后天还是要努力，还是要努力，还是要努力。啊，确实有高智商的人，啊，确实有天才，啊，确实有与生俱来的天分，确实有，哦啊，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后天的努力。但是有一种受限于业力，后天你怎么努力？因为他上苍赐给他的就被框住了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师父，这种情况就像讲经弘法这个东西，好像不是你后天努力就有办法达到的啊。啊，对了，讲得很好，这个哈，哦，也是一个导引线。你告诉哈，哦，麦老师哈，这个上台弘法这种事情哈，有还是要有先天性的善根，与生俱来的那一种善根，才有办法。麦老师发自无心的，那就是永恒，他可以滔滔不绝。不是刻意的，啊啊！但是后天的努力也非常的重要。好了，那后天的努力是重要，可是内心的世界完全不同。比如说，我跟甲。就是问这个法师，都是师父的徒弟。他说：“什么叫开悟？”哦，这个法师立刻从无心清净自性回答你，不假思索，师父就会认可他，你真的是开悟，哦，有见性。好了。如果我问第二个法师，什么是开悟？嗯，开悟就是圆满啦，啊，开悟就是体会到佛的心啦，啊，开悟就是常乐我净啊。我说你没有开悟，你刻意的去塑造开悟的有为。不是自信流露出来的，他是真功夫，你这个是假的，高下立判。弘法就是这样子，要刻意的要去模仿，你最多叫做模仿。经是佛陀的心，他不能够透过模仿，但是只能方便模仿，方便外行的人说你很会讲经，内行的人一看你发字造作模仿，你刻意要模仿开悟见性的，你那一念是有为，不是来自于了不起的无相无念无住，无念无相无住不能造作，没有任何的模仿，叫做智如涌泉，随所念来啊，即相是道，即道就是缘起，即以缘起成就一切真如，即以真如不坏所有的责任，知道吗？发自无心，发自无为是真功夫，不假思索。刻意的模仿，我想想看，开悟是什么啊？这个就离道十万八千里。他想要去模仿，这个比喻听得懂吗？嗯，知道知道。
所以这个亲近善知识的重要在这边了。善知识也是一个引信啊，在引爆你内心里面的大波的智慧，但是它方向会正确，没错，因为那个佛法自己看不懂啊，点不着啊，那一条引信失掉了，那一条引信啊太老旧了，引不爆啊，沉疴二极啊，啊，到老来啊，还没有办法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连体悟都没办法。所以师父，你还是真的要多说一点啊，因为毕竟现在大家的观念吼，要调到很正确吼。是还没有那么容易啦，的有的人啊，他微调就能对准中道，有的人要大大的调整中道，在到哪里还对不准，还对不准，这个就等于说你放下就不会痛苦，然后他就反过来，我就偏偏不要放下，我痛苦给你看。啊，那生命是自己选择的，你不能怪谁，自己愿意沉沦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只能引导你那一条路，你还对引导的人质疑，还对引导人认为他障碍你的视线，那谁能够引导你啊？是不是？因为现在没有办法，现在众生他只想好像要去求佛啊，但是他永远忘记自己本身内在的这个清净佛性，永远没有办法反过来去改变自己。其实这个自觉甚至没有办法，就是一直往外。可是这个地方要再拉回来，就是在这里很难。麦老师，这个道理太简单了。咱们中国人啊，儒道释三家是合并混在一起的，用寄托的快，佛你保佑我，我买几个水果，大家好沟通，哎，就是这样子，就那回光返照要靠自己悟哦。这个太难了，怎么叫做转世成智？是不是？什么叫无明？什么叫做无知？什么叫做断烦恼障、断所知障？转烦恼障成大涅槃，转啊所知障变成大菩提，这要转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不是？所以靠自己的难，因此他就选择最容易的。寄托，可是要不要成佛最后还是在自己呀、啊、那是你懂得佛法的基本盘，知道自信是佛，讲这句话你得要有20年的善根，对不对？一般世间的他就只要有佛就拜，有佛拜到没佛就对了，有神拜到没神了，没，世间都是这样子啊。一个小小的澎湖，你看有多少庙，哦，对不对？你就知道寄托，是不是？那阿妈祖你保佑我，当然信妈祖的人多啊，是不是？人山人海嘛，10万20万嘛，是不是？妈祖保佑我，这个信仰直接了当众生所需要的，就是这样子，不假思索，
啊，那如果你要打禅期，哎，要自己开悟，哎，做到两条腿都痛死了，还听经闻法，啊，一次要两三个钟头，上人中间都没有休息，哇，这个要没有一点善根的话，他哪愿意坐在底下一直听经闻法做笔记啊？他那里要这样子，所以众生一定选择啊阴凉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快，他不要把自己搞得很累，又不能成就。你像师父走这条弘法的路，无可推诿的历史责任。假设说我们给自己这样期许啊。当然佛没有这样规定，别人也没有这样要求，而我们给自己这样历史上的十字架的责任，勇敢的把它扛起来，这个就无可推诿的责任。那么你就吃得苦中苦嘛，方为人上人。那你想想看，我这一天睡两个钟头、三个钟头、四个钟头，哦，你到现在70岁的老人，你阅读经典13个小时到17个小时，脑袋瓜还得正常才有办法呢，体力要能维持才有办法呢，还能理解才有办法呢，要不然你做弘法的法师如何随手拈来？对对，不拘细节，善于比喻啊，善说法要，如何提纲挈领？如何契入众生的心坎里？对不对？因为我有诚意，可以感动自己；我有智慧，照亮自己；我用这颗诚意感动对方；我用这颗般若照亮对方。所以自己没有感。自己不能感动的画画，千万不要拿出来展览，是不是？答案还是要从自己下手，可是这就难喽。你世间法要读多少书？我还是念理工的，要超强的理解力，要超强的记忆力，超强的科学观。对不对？你能起承转合，对啊，整个在说法当中随手念来啊，简单的笔记随手念来，旁敲侧击啊，触类旁通，一泻千里，滔滔不绝，如江河大海，所说法万法归一，一无所归。你要知道要吃多少苦头。所以谁怎么会选择我这一条路？对啊，师父一个弘法者，因为他要具足的条件真的很多。我们就比方说，就像音声来讲，你今天所有条件都有了，可是你那个音声不行，那这个音声是不是应该说也是你生生世世自己所去？答对了，对，生生世正确，麦老师完全正确，就是累积的生生世世。啊的善根，还有一点，我这个天生就是弘法的命，我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，你只是不走这条路就是不行。这种阴身哦，是最不能勉强的，没有办法勉强的。所以哦，他要具足。我告诉你哈，你要一泻千里哦，纵横天下哦。你肚子里面成功啊，绝对是必然，它不是偶然。偶然是就像去中到大乐透一样的，那没有，因为必然的路很辛苦的。
哪一个像你我们举一个啊，我这样70岁的老人，全部桌子全部都是经典，眼睛啊，体力啊，脑力啊，但是这个有一个好处，因为你弘法才不会失智。所以麦老师讲经说法是无为法，无漏清净智慧的流露，不是模仿可以学习的。模仿的东西叫做过程经验，也只能这样子，至少他有在长进，就要跟徒弟拍拍掌鼓励鼓励，他有勇气上台，不管他讲的怎么样，总是要多多鼓励上台，对不对？没有生疏哪来的熟练啊，上就是这样子。